哎，打手啊！马贝！哎，锁喉！马贝！锁喉啊 ！OK， 马贝！哎，十字固定的。马贝，十字固定的。马贝！白车啊！马贝！哎，偷东西啊！马贝！他突破我的防守了。哎，不要灰心啊，只是输一次而已。我能看见你的潜力，振作起来。他突破我的心防了。哎，要不去喝一杯？我请你。我今天开车，车再来签就好了啊。你找 Uber 找代驾啊。哎，该不会这是你逃避跟我喝酒的借口吧？他突破我的盲点了。3小时之后，我没想到你酒量那么差，你先去床上等我，我洗个澡。他要突破我的盲肠了。哎，董麦。董麦。董麦，下一颗。完了，董麦，下一颗。董麦，人总是有失误的啊，再不要灰心了。国父也是失败十次才成功一次啊！董麦。董麦，全身放松，不要有任何的压力。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，其实原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。报应！现在有两个人守我，也就是说，阿亮有空档。高的过来补防了，也就是说，篮下没有防守者。进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得分了。漂亮，西追。哎，我怎么这么激动？也就是说。我很开心，太好了，我的默契真棒啊！能跟你们同队，总是可以激起那么多火花。而且，为什么我的眼神一直离不开他们两个？也就是说，我喜欢男生。比分87-88。落后一分，时间只剩15秒了。完了，我们要输了吗？阿亮，站起来啊！阿亮，站起来，这样就不行了吗？爷爷，我讨厌打篮球，我怎么都打不好。阿亮，你爸爸以前也像你一样讨厌篮球，不过他不怕挫折，
一直努力，最后打进了直篮啊！你不是也想像他这样吗？爸爸，来吧，把我球抽走。爸爸，爸爸，爷爷，我不会在这边输掉的。球队空档，我投得进吗？我投得进吗？不行，我投不进。哎，帮我丢啦！帮我丢啦！哎，帮我丢！托马，后面托马，把它丢啦！自己丢啦！这样丢丢丢丢，啰嗦什么？哦，夏妹妹，那丢就丢嘛。Lucky， 我会投进的。好紧张，如果这颗进的话，就会逆转比赛。不敢看。哎哎哎，进了！逆转比赛，你有没有看到啊 ？Yes， 赢了，赢了！哎哎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啊！我这次一定要看到。哎，这颗球是谁的？没人要带回家吗？哎。这个球你没有吗？很便宜的感觉。才不要呢，没什么希望。而且这个很容易就磨平了。对啊，蛮烂的。算了算了，就丢这边啊。好。可恶，把我丢在这边也太过分了吧！我一定要成为比赛用球。我会进去篮筐里的。我不想当篮筐。抓框吗？可以啊，示范一下，你看。哇哇，抓框！哇耶！好痛，好痛哦！我以后一定要报仇。动作恁爸所甲做的哦。